哎，顺利一连，我是小白。那么今天呢，咱们又久违的来看这个《绝地求生》啊啊！这个游戏，说实话，我很久没玩了，因为我之前一直在玩这个《刺激战场》嘛。大家知道为什么要去玩《刺激战场》呢？为什么要拿电脑来玩那么一个手机游戏啊？很简单，因为我玩这个太菜了，太菜了，菜的有点过分了，说实话。所以说今天我只是回来做个死啊，来试一下录一次啊，对吧？然后这个游戏吧，还有一个原因不录，就是因为，我配置有限，这个情况呢，就是开录像的话，它其实占的这个，内存比较多，哎，然后我现在就只有60帧啊，只有60帧，啊，不开录像的话，倒是有144帧，那还是比较流畅的，对吧？我画面已经是开的最低了，我要是稍微开高一点的话，说不定就我试试啊。天哪，哎，没变化，还是60帧。那我是再开高一点的，啊，这就只有40多帧了，啊，40多帧也可以接受嘛，对吧？反正我也不是什么大神，不追求那么几帧啊。打 CS:GO 的话呢，那倒是有点追求。好的，我们看一下跳哪里。哎呦，我这加载速度令人堪忧啊，说实话。派男，总觉得不那么好啊。我跳一个怂一点的地方吧，我想。这个吧，而且好久没玩了，各种操作都不太熟悉。再说呢，我是裸连，我可能会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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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妈的卡，哎，所以一会儿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吧。嗯，看吧，好多人都是挑这个地方。这种小型战场的话，可能难苟啊，不是难苟，它虽然地形来说好苟一点，但是。刚下去的时候不太好狗啊，不太好狗，到处都会有人。果然啊，这个擦预判失误，我好久没玩了，所以这对这个惯性都已经判断不准了。西亚区啊，好，快要上来，完了，各种失误现在。不知道有没有人。哎，我按 Art 怎么那个视角不好用啊？真是好像没什么人，看看，没看到人，太好了，好，我可以勾着了，高兴。靠，现在是白天，好黑呀！我的意思是，现在是白天，我看电脑屏幕好黑呀。嗯，没人那句话我收回。哦耶！那么人在哪儿呢？太黑了，我听见有人的脚步声。擦，我错了，我不该。不要吗？我才刚在那边，不可能。我的话，我不知道。玩这个好刺激啊，比那个刺激战场刺激多了啊。妈的，这场填包的速度也很慢。天哪，我还是回去滚回去玩我的刺激战场吧。哎，我不会打 AK， 打的话到时候怕死人。所以能用5.56的枪，我还是用5.56的枪比较好。
咱们，我想开车走。我看看啊，太难的话应该会有挺多人的，啊，我肯定打不过人家，对吧？不要，打不过就打不过嘛，人死卵朝天，死球就死球啊，这是名言。又一把 AK 啊，然后没有个基础瞄镜，我就会很难受，说实话非常难受。太难，在这边。千万不要炸死我啊！我这个惹炸的体质，说不定就被炸死了。然后我昨天玩这个的时候呢，我真的没有习惯这个后坐力，哇靠，一下就飞上去了，一下飞到屏幕上面去了，吓死我了。这有信号枪吗？超级空投之类的。不要打我呀，兄弟们，打我是王八。而且感觉现在电脑版里的人视力都好他妈好一个，随随便便就发现我了。我好像看到人了，你看没有，这个压枪这个压枪我真是他妈的不习惯，不是我说的啊。兄弟，你死的真惨啊！三杯进，兄弟你真穷。三杯更压不住了，不，不要跟我说笑了，好不好？而且他应该是个。大残血，不然的话刚刚谁死还不一定。在这边哦耶、oh, yeah, QBZ 呀、yeah, 剪错了。由此你们可以看着 我有多垃圾啊。 QBZ 的话应该三倍勉强压得住，大概我猜测啊，猜测AK 其实 改版以后还挺好压的，但是我在下还是压不住啊。小样让我压住 AK， 哼，这背脊都不可能的。在那边是在那边，我知道在那边，但是我不敢去啊，各位。三倍开镜有点慢啊。得了，我还是用机瞄吧。我，哇，在这个方向，派南的另一端的山上之类的，有人开车，全息 ，nice， 还有消音，消除你的音音音，哎呦，非常的好，这一下瞬间就。轻松了许多，不是富了许多，不是轻松。嗯，啊，他这个操作我真的不习惯，我靠！手机版跟电脑版那个差距实在太大了。有个人、啊、应该在这里吧。靠，这个海浪声吹得我听不清。这个近战我打不了啊，各位，说真的我打不了，我有自知之明，我们跑啊他应该在对面那个楼，他应该也会卡我视野的吧？我说，
算了，我决定了，咱们溜啊，男人嘛，对不对？就应该坦坦荡荡的。救命啊！桥上说不定一枪给我爆了。快他妈的跑！我好像看到他了，算了，他在那个窗口上。得了，不要丢脸了，好吧？感觉他们现在他妈的势力太好了吧，一个个的。哇啊啊！吓得我一抖，我靠！那是个人吗？应该不是吧？没有人呢，看到了。哎呀，大哥，大哥，我错了，大哥。这，他过来了。好了，我看到他了，好像没什么用的样子。哎，这怎么打？还扔烟，大爷的，还扔雷。这边也有个人。啊！极限！我靠！我换什么子弹？我是个垃圾！我在圈外！操！救命啊！不要打我！不要打我！他三级头了！算了！哇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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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太难了。